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，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再来下一件，又是戒指。对，哦，你看这个铝，还有这蓬度也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他每次带来的东西都是水头好，又够蓬，嘴巴都合不拢了。对嘛？你看这个戒指非常华丽，可是哎，终于不是紫色哦，绿色的东西哦。是的，是的。怎么发现它的这个宝贝？嗯，这个刚刚那个弥勒佛是台中的姐姐找我去吃饭，猪朋宝友。哎，这个是高雄的姐姐找我去吃饭的，也是要把你拉出来那种吗？对，也是把我拉出来，也是。就是这两件，一个是台中的，一个是高雄的。这个呢，他这刚好手上就给我戴满了这样子。我说，你手伸出来给我看一下。对，我眼花缭乱，我好每个姐姐看，每个姐姐就戴满了，还有胸针，然后每个姐手都要拉出来。对对对，你要让我开心就让我看，因为我喜欢美丽的东西。对，我就看看看，我说姐这个，哼，我要。哦哟，他说不行啦。真的？为什么他很喜欢？他自己很喜欢。他很喜欢绿色的蛋啊，是，所以他都带满了，都是蛋啊，都是蛋面。对，然后舍不得。我说姐姐，你这样子，我就白来高雄一趟了。一定让我的话，我就不开心了。我从苗栗来跟你吃饭。我说台中的姐姐就让了我一个，对，高雄的姐姐不让我，对，我下次不要来了。结果嘞？他就说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下次多来一下高雄玩啦。啊，给你。就卖我了这样子，结果嘞多少成交？这样一个蛋，他之前的原价，对，他之前的原价，他很久很久以前买的，是他买了68万。如果可以用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作为诱因的话，我觉得都值得的。这是一颗老坑冰种。哇，老坑蛋面，哇，听老坑就觉得透懂了，对，非常漂亮，心里面就有比较踏实一点。所以是有些姐妹淘哈，为了拔干净哈，不惜工本呐。好，那这个我觉得相信一定会比较紧张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68万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是好姐妹转让的，我的好姐妹真的是，这位姐姐已经63岁了，63岁跟我同岁。到我们这个年龄哈，金钱不是重点哈，友情哈才是稀有的。哇，这个真的，对不对？好姐姐，好姐姐，这个老坑我觉得充满了期待，因为听到的是老坑，就觉得应该可以 up， 但是 up 到哪里去？还是请老板来说。好，来，请见价，70万元。哇哟，赞！我还听到就是说鸡蛋挑骨头啊，颜色稍微还是淡了点，淡了点啊，颜色还是稍微淡了一点，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它会节节高升，嗯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没有了，老坑已经没有了啊，老坑已经没有了哈，没错，如果那个行情会越来越高，嗯，啊，所以说您可以放心，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。有，上次您帮我估价一个老坑蛋160万，好，好开心，好，都要讲出来了，是，好开心哦。这个我来补充一下，我们这位李妹妹哈，你给我的感觉，第一个，你如果坐在那边不动的话，是一位贵妇。她是啊，是一位贵妇，她雍容华贵那种。对，雍容华贵，嗯。那讲话了之后呢，发现说底子里面哈带一些叛逆，嗯，带一些叛逆，嗯，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很想有自己的风格，可是呢完全都没有展现出来，不敢表现，啊，可能孩子大了有人盯着你，或者是老公是一位医生，嗯，那所以人家说神犀牛嘛，哎，所以自己的那个位阶哈，你会放在那个位置，不敢造次，嗯。所以相对的，你买了珠宝，因为一般珠宝来讲的话，都是要彰显自己的品味。如果说你今天这个物件，对，你看哦，我们秦兄呢，他讲说，哎，然后他稍微淡了一点，嗯，我告诉你，这一颗呢，到了夜店里面，它是最漂亮的。哦，如果它是老坑种的话，到夜店里面是黑石头。你知道吗？老坑种到夜店里面是黑色的石头啊，那什么？但是这一颗呢，到夜店里面是闪闪发亮的，
所以如果是像这种物件的话，我们都会特别的去做设计，它最好是360度都是很经典的，比如像这样的款式，哇，旁边围那么多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品味。那我讲的360度是包含什么呢？你这一个台子的底座，嗯哼，底座，因为它的范围体积就那么大而已了，就是一个戒指的形状嘛。很多人不想多花多少钱，比如说你这个款式，你再多花个20万，你会不会想要花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当然要花啊。为什么呢？是我自己的品味啊，然后是我自己高贵的格调就会被彰显出来。你朋友想要从你手上换，他都自己知道说。我要花很多钱来换了，往上再加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多了一点点小巧思的时候，它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是，那像这样的话，它有搭一个红色的，粉红色的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再搭配其他的衣服，哎，你会有搭了哦。是，像这样的款式，你看看它360度全部都是宝石，但是多镶的底部的位置。他没有多花很多钱哦，没有多花很多钱，是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自己的品味在什么地方，要能够被看见，这个很重要。好的，好的，来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你看，又更多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再来这个，哎呦，我拿了我都想发挥，就是霸王级的哈，哎呦，霸王级。很大天，然后你看，算三彩吗？三彩，我有看到绿，也有紫，也有白，而且这个维度也够大，是很标准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戴过？有，我昨天才拔下来的，昨天才拔下来的，换了另外一颗上去。哎呦，所以算是你的很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很爱紫色的。哦呦，那个这个入手价不简单哦，那么厚我都不太敢拿了。最重要，你看好。非常紫，有没有？对呀，哇，非常紫，非常漂亮，又带一点绿，它紫当中也带一点绿，对不对？就好喜欢啊！它很多的细节很精致，好浪漫哦，很浪漫。然后该有带一点点绿色的地方，它那个绿也是够绿的，不是那种淡淡的、浅浅的，所以这颜色真的很漂亮。怎么发现的？是看那个。FB 的那个直播啦，然后就把这么好的货，就去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颜色有偏差哦，是，所以我是跟那个直播组约出来看的，一定要当面确认，对，因为这个价格，你那个电视上看起来好漂亮，可是一看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所以一定要约出来看，是，然后呢，一看倾心，一看就是好几只，就是相中这一只，我就喜欢这只，这个，对，多少成交？那时候跟他讲到，三十几万成交的，三十几万成交，有没有杀价？他开多少？有，他开50几哦，哎，他可以卖30几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 FB 那种直播组呢，谈谈嘛。因为我知道，其实运营他是这样，他买东西对不对？他有进，但他也会有出哦。会，我会把一些我已经淘汰掉的，再转手给那个直播组再去卖掉。这个观念叫做缴旧换新。我们哈，我们要怎么样惜物？好，我们不要说买了就丢在那个保险箱里面。对，我们应该说，哎，可以升级 upgrade， 就是我加一点钱，我再买新的。可是我旧的还要把它卖掉。而且我觉得他买东西很厉害啊，我的价格都是一直往上走的，是，对不对？这个就表示有做功课，很重要哈。好，所以你又说他说是老公送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只豆种的。豆种紫罗兰三彩是啊，这个维度呢大概是在18，那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贵妇都戴得下去，哎是，对不对？哈，都戴得下去。另外就是我非常欣赏，就是它这个真的是紫的非常漂亮，这是难得一见的这个三彩哈，比较可以差一点，就是说因为这个绿。就比较带一点点灰啊，对，就用欣赏的角度来看它啦。是，但是因为又是老公的礼物，就差不多一年半。对，我没有紫色的啦，一夜致富差不多时间，对不对？差不多是差不多一年半。你就说那时候他特大方的时候，特大方的时候，好帅。老公的一个心意，因为没紫色的，他就说好买个紫色的去找。哎，真好，缺什么颜色去找。
找到你觉得喜欢的，我来买单。哎，他买单对。结果，所以你看看你，他每天戴，他是为了今天我真的戴，我是昨天才拔下来的，对。而且他跟你这很配啊，对，我都很爱紫色啊，超爱紫色的，对。就是自己去找石头来配的，很漂亮哦，很漂亮。这个这一集播出以后，哇，我们全国就翻身了哈，妇女翻身了啊！真的要穿什么颜色去补货？去补货。对，来，我们来请高志哈，拿三十几万嘛，那就杀三十几万，多漂亮啊！又那么美，然后我们又对它充满了期待，又有纪念意义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来多少？请见价。50万元。哦，你看看，你这个价杀得好，哎，真的耶，你杀了就赚钱。这个是豆种，所以说它的结晶啊很明显，是，可是它的颜色实在太漂亮，是啊，非常，我就觉得非常值得。你看看，真的我都懒得三彩，常常戴耶。哎，你一戴着就会想起你先生的那种温暖。对，我昨天才拔下来的。